哇，怎么样？今天的约会顺利吗？啊，很顺利，很顺利。我们在聊心事，聊心事，聊心事。这位是 Dr Annabelle， 他是一个心理学家。你好，心理学家 Dr Annabelle。既然有心理学家在这里，是今天是不是要聊一些心理健康的问题？哎呦，来聊心事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心理健康跟身体健康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很重要。尤其是心理健康也会影响到身体健康。我最近呢有看到一个调查。是，就是有300名哈，年龄从30岁到55岁的一些本地人当中，55岁就有91%啊表示啊自己的心理健康在过去的这一年来哈有恶化的倾向，91%呐呀，那这个数字真的很恐怖哎。对，我觉得现代的人可能是因为生活压力太大吧。所以越来越不开心，对吗？对，所以你看疫情的时候呢，他们又要工作，然后现在不是很多孩子都不上学嘛，对，所以就待在家里，然后又不够帮手来帮忙看住他们，嗯，然后又要去检查他们的年老的父母，我觉得这样子压力会大，然后又没有时间消遣了、啊，又没有时间照顾自己，嗯。以前下班还可以出门哦，对，约朋友约家人去吃饭，小酌两杯，对，现在又不可以，又比较难、嗯、然后又不可以大群聚在一起，所以久了当然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。嗯，其实我也有一些经验想分享。我的不是因为疫情，我的是因为小时候家里那时候环境不是很好，然后父母常常吵架，然后当时我就是要做那个坚强的，因为要保护妹妹啊，然后我妹妹每次会哭，所以我是大概10年之后我才开始回想以前的事情，之后我才开始有忧郁症。我的心理医生跟我说是 PTSD with dissociative symptom 之类的。我跟你说，我有一些朋友，差不多年纪的朋友，嗯，那我发觉呢，有时候呢，最近跟他们聊天呢，他们有点怪怪。那我们怎么分辨呢？他们是情绪低落呢，还是患上了忧郁症呢？你说。嗯，症状呢可以分成两个部分，一个是身体上的部分，一个是精神上的部分。那身体上的部分呢，比如说胃口受影响啊，睡眠受影响，很多时候他们就会说身体疼痛啊，然后你也会比较常感冒，因为你的 immune system 也会受影响。所以身体上就是这些，然后精神上呢，可能你就会觉得很绝望，你就会觉得说活着很没有意思。嗯，我们的情绪不好的时候呢，也会影响到记忆力、注意力的。在2个星期以内，每天都有这个症状，那个就是抑郁症。我有个问题，我知道抑郁症是任何年龄层的人都可能会患上的嘛。不过上了年纪的年长者，经历过了人生的起落，不是应该比较会看得开吗？为什么还会患忧郁症？嗯，如果我们想一下，我们的年长者，他们虽然经历了很多，可是首先第一，他们以前的世界跟我们现在不一样，所以以前他们不是有在甘榜嘛？对，有很多社交、很多大群的朋友、亲戚朋友。那第二呢，老年人他们的生病啊，痛的时候是很辛苦的，痛的时候不管什么年纪的时候，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的。然后老年人身边的人都会一个一个就离去了。我还记得我有一个老年的病人，他跟我说，我每天都要看报纸。那我就说，哦，是看每天的新闻吗？他说不是，我是要看明天那个 obituary。 Oh my gosh， 我是要看说我的哪一个朋友哪一个亲戚已经去世了，难免情绪一定会受影响，然后又加上现在疫情的问题，可能也会影响到他们跟家人沟通。我觉得很难启齿，就是怕人家用异样的眼光去对待他，所以他不想让人家知道，不敢去面对，也不敢求医呀。所以如果你家人或者朋友觉察到他们有一些异样的这种行为的话，你就要伸出援手。以前我就是有这种挣扎，我就会想，因为我也是公众人物，如果我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被别人看到，会不会有什么新闻出去？但是我妈妈就跟我说，因为我妈妈以前也是有忧郁症，所以她就鼓励我说，你一定要去看医生，你看医生，有吃药有治疗，然后你慢慢就会走出来。
所以当时就是有家人和朋友的鼓励，我才能够比较好一点。是的呀，如果有需要援助的话，也可以拨打心理卫生学院的热线6389-2222，或者是新加坡心理健康协会的热线1800-283-7019。对，其实我有的是，我需要援助，谁可以帮帮我？你终于来了，等你很多个星期了。是，我就是0385985，我是小精灵。我知道你是谁。我是谁？你是50088。怎么都是 number 的？对，我来这里呢，我是要求你们帮忙，我需要援助。什么援助？但是呢，在得到援助之前呢，有没有人要跟我玩游戏？我要找这个帅啊，你看其他的懂得奇奇怪怪啊，所以你是最标志的。请问你愿意跟小精灵一起玩游戏吗？我愿意啊。还有一位，我要选谁呢？有谁要愿意跟我一起玩游戏吗？好啊，我来玩游戏。那么走吧。玩游戏赢奖品，请问两位人类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请问你们有没有看到，你们前面有三个圈圈？然后呢，只要你们把这个三个圈圈投进其中的瓶子里面，投的越多的人，就可以有机会获得我的奖品。三、二、一，哇！Hello。来吧！哇！恭喜你拿到三分！哎呦！哇，没有进耶，但是我们还是给他鼓励的掌声。还是要鼓励一下。是，我要现在去拿你的奖品给你了。嗯，耶！这个就是你的礼物。哇！但是你要先回答对我的问题，才可以给你礼物哦。好。请问，关爱热线是什么呢？6389-2222。那我听说还有多一个，有谁知道呢？那就是新加坡心理健康协会的热线1800-283-7019。太好了，那我的朋友有出了，因为呢，听说我的朋友很苦恼，所以呢，我就叫他们打这两个号码。好，交给你了，恭喜恭喜，这个就是车轮饼，人类加油哦，我要回去了，拜拜。他去哪里？真的不见了，真的不见了，蹲着。来，坐没有？坐的没有？好，来，来吃饼，吃饼。哎，我每个人可以吃啊。小时候有吃过。你知道这个也有一个另外一个名字吗？莲藕饼啊。哦。我觉得刚才那个年轻人啊，那小精灵啊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。为什么？他讲了。是不是也是很 stress？ 抽筋，很 stress， 其实我觉得哦，不止成年人，可能青少年也是面对很多压力，不同方面的压力，比如说课业啊、朋友，还有家庭，还有现在 cyberbullying 网络霸凌。哦呀。对啊，所以现在学生们如果觉得情绪上如果负荷不了，可以去找辅导员聊一聊。现在每一所学校都有辅导员哦。对，所以现在那个教育部呢，他们要在每间学校增强这个心理辅导对的专业培训。所以在下来的几年呢，会revamp1000多名教师辅导员。哦，所以这个青年心理健康网络呢，其实希望的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联盟，然后呢一起集思广益，帮助青少年呢可以建设更美好的未来，对吧？对。其实我觉得经常见面的邻居，也不妨啊关心一下，看看对方是不是有需要帮忙。对啊，我跟你说一个正式的故事，就是我的邻居啊。他是一个老人家，大概就70多岁。以前的老人家会坐在大门的外面嘛。我走过，他说：“哎，你去哪里啊？去上班？”我说：“是啊，哥。”哎，最近没有看到他。我问他说：“哎，你父亲呢？”他说：“在屋里，但是不跟人家讲话。”所以他开始封闭自己，远亲不如近邻嘛。那我们要尽量的，不管是邻居还是同事或者是同学朋友，我们都应该慰问一下，也不花我们什么时间嘛。可是有时候这样子真的是可以救命，也可以帮助一个人。你知道吗？近期自杀的人数呢，是8年以来最高峰的。
哇，这个是很令人担心的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如果注意到什么朋友、什么家人还是邻居有忧郁症的症状，就要去鼓励他们要去看医生，然后去寻求那个协助。对啊，我现在要开始多多注意我身边的人了。你们 OK 吗？你们 OK 吗？最近还好吗？啊，我们 OK， 我们 OK。我跟你说， okay, okay, 小妹妹，关心呢，慰问是好的，但有时候呢，不说话呢，静静的陪在你身边呢，也是很好的一种方式来的。是，所以你没有拍戏的时候。要多陪陪联络一下，好啊好啊，好啊，多陪在我们身边。Hello， 这位大哥。